走回金马法榜，走回金马法榜，我看到那个，天上核爆炸的那个连锁反应呢，跟，好像砸下来，一步步的那个冲击波，从天上往下砸，从天上往下砸，所以产生了那个，一步往下砸，所以产生了那个。后肩膀的发麻一步步的，在爆炸的同时啊，就发生那个冲击波发出了一个冲击波来直接攻击到人了，发生冲击波，那个核爆炸，从天上冲击下来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